装包装膜，先把这个白色套子放到这个棒棒上，然后再把这个穿到包装膜的圈里，然后把这边这个白色的塑料套把它套紧，好，这样套紧，然后用扳手把它这个螺丝给拧紧，让这个白色的塑料件跟这个包装膜的卷心弄紧，拧紧，这边也一样的，弄紧。好，两边的螺丝弄紧之后，把它放到这个，使得包装膜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再把一整个包装膜放到这个机器上面，好，放到机器上，放到上面这个机器上，好，理顺这个包装膜，用一个剪刀把包装膜相对应的剪一个三角，折一下，剪一个三角形，这样是为了方便穿模。好，往这边，这边穿。好，好，穿完这边之后，再把包装膜往这边穿，好，往这边穿，穿完之后往这边，好，再下制带器，好，下制带器，下去制带器里面，把这个膜放到模具里面去。好，再点动。可以了，这个就是穿模的过程。这个就是穿模的过程。先是从这边架上去的。